三角学姐嘛，我觉得她吃饭的时候非常有趣吧。她嘴巴三角形的，对啊，三角形，然后动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，他丢我，满意。然后我是正义。还蛮大叶叔还蛮受照顾的，而且很聊得开，然后一天到晚装作是兄弟这样，对啊。不过真的还蛮能够聊天的。真的，他三角学姐在大一的时候就是，很照顾我们，然后就是我们没有人聊天的时候，都会找我们出去，对。对啊，很常在台中这样跑来跑去。不过他就是有时候会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也不知道跑去哪里。真的不知道在忙什么，都忙着跟外国人约会。好吧，那对，其实一开始我刚到团系的时候，我最早接触是三角，其实我还蛮感谢三角的，因为有很多事情我都找他来帮忙，然后他都很愿意，只是有时候我答应他的事情都没做到，觉得三角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也很高兴能够认识他，因为在很多那种刚进团契不熟的事情的时候，他都教我，然后我觉得还蛮感动的。宇宽，你觉得那为什么三角学姐她为什么之前都穿得很 man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她都很嘴硬，然后都说不穿裙子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一阵子她都穿很漂亮，因为然后而且变得很女生，而且还蛮漂亮。因为之前她自称是男的，对吧？不过她穿那个裙子，我真的觉得。我觉得非常好看，就是连身的长裙，然后好像是棕色的，有白色的哦，然后再配一个那个米色的短马靴，我觉得整个好像变成一个人，就是非常的漂亮。姐姐有没有霸道？外国人。